你有看过市面上有10000毫安培还可以双面磁吸充电又有可分离充电头的行动电源吗？最近收到了这款来自优米的8合1双磁吸行动电源，基本的自带双充电线、 AC 充电头、 USB-A 和 Type-C 充电口、手机支架它都有。如果只有这样还需要介绍吗？首先它有双面磁吸充电功能，一边提供 MagSafe 给你充 iPhone， 一边还可以给你同时充 Apple Watch， 重点它吸力超强，可分离充电头真的超赞，外出工作忘了多带充电头，直接从行动电源本体拆下来，接上 Type-C 充电线，马上支援20瓦快充，完美。而且如果你平时外出用不到充电头啊，你可以直接这样把它拆下来带出门，看是要放口袋还是放侧背小包都可以。优米8合1行动电源提供了2个 USB-A 和1个 Type-C 充电孔，最多可以同时充到8台设备，它比别人多提供个 USB-A 孔就算了，还支援了 22.5瓦的快充，只要30分钟就可以快速帮 iPhone 充电回血到 50% 以上，够狠。它还有台湾 NCC 及 BSMI 双重认证，包括防火、短路、过热、过充、过压、过流6大项严格测试，赞赞。所以我说这种有10000毫安培功能跟价格又有竞争力的行动电源哪里找啊？